咱顶一回讲到陈化成准备要去到台湾，啊，唔过生死未卜，夫人会当了解袂？陈化成咧兵来兵去，实在心想啊，唔知要讲什么款的话，啊，唔过咧，军中无戏言，军令如山呐、啊。啊，他搁较何况呢？台湾过急啊！啊，他面对着安尼的情况呢，要怎好好家事呢？啊，他就伫个这个时阵啊，伊想着两官一厅黎民百姓的性命财产，正伫咧危难之中啊！陈化成考虑来考虑去，啊，只好好言好语温温啊，甲伊莫安慰啊。时间紧迫。袂堪的等，第二日天一光，陈化成就面顶标千丈周世英，老酒金门，家己挂帅，率领着追思官兵，坐着二十几只船，迅速赶紧出发，由鹿港登陆，会同福建追思提督柯松年，甲台湾顶标追思爷三路并进，出师。兵势台湾，奋锐海峡。